观众朋友，你要用满蕊料当面谈恋爱呢？你至少国道三号，这里高流多，下蕊左转吃吃海这边多嘞，很多料味一条海，游落海，游落海呢？基本上轻重要，节目底部呢，还有可能会看到，还有看到后背，要山有奖啊哈，要一片爱山啊哈，所以这背部给。透眼龙潭的 VR 哈，一路绵延下来的都了，行入凤山了 V， 还有哦，它了到 VR 了一片山呐哈，但够呢，青岛下港引肉条摆神话一个痕迹还有骨头。日本人从古到多钱爱收集的骨头，就伫新竹的泰山碑提起。泰山碑意思就是泰山的后背，也是含做新竹县望山乡凤乡村。这片有几下条的骨头，当特别的是，木叶的骨头就无根本一个泰山碑哦。就本外头对叶的骨头的中心点，也就是乐山堂开始讲起。你搭个泰山碑了边啊吼，爱谈讲青岛的骨头啊，那岸岛的骨头啊，还有个乐善堂啊吼，有嘛个关系？乐善堂呢，其实是1890年开始起的，它是创建人是钟石妹，钟上妹，老蓝正然，哈，他是捐地盖庙在这边。其实对那位将领推开始呢，是在清光绪时代，我们来看这个柱子，你就可以看得到喽，你看。人家是光绪癸巳年，所以讲来讲，人家庙啊，是1890年的，还是光，嘿，光绪年。这庙有几多年嘞？120多年，120年。120年的庙啊，乐善堂。所以说，你看那诗哈，尽显普陀、扶正大山之背。大山之背。嘿，看。普陀就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，那叫黑恩的希旁顿，希旁顿，周希旁平安寺有冇？平安寺的时间，佮一旁的个蛋糕，所以讲伊的顿呢有暗胎，所以讲 M L 有暗胎，佮规模样有希旁顿样有暗胎，所以讲那是亲有历史价值的古迹，对啊，留下个。大山之背啊，泰山碑名字安用来，嘿，泰山碑是讲跟我们看到过来，人家叫泰山，泰山的背后，人家居民全部带到了背后，配逢配逢的微缩，东后透视的微缩，又有茶，又有干的，又有乌的，乜个都有，肉太细，所以讲人家位的，唔大像讲人家位暗讲，人家福天地风水咪懂讲，哎呦。乐善堂的创建人钟石妹，就是开垦泰山碑的重要人物，无忌也就无泰山碑。据说创建的乐善堂，都建呢，含喺呢一片嘅信仰中心。乐善堂呢，最先系内转部、牙部啊，内转部、牙部。嘿，民国35年的时间，杨贵哥呀。塞船老风船咧，风船哥做诶哦。嘿，你啊，村民呢，一妇女呢，出一位奉公，奉公就奉公就是义工啊，义工奉献的工人啊。佮酒席呢，哈，是多派那个游罗海，游罗海去开沙塞船啦，是酒嘞，下酒则要开家一担，上来有阿妹，所以讲今日一个人开两担。来去了间庙，大家力量来去，所以讲，因了下前两年虽然有修建过，不过还是保存到其个原貌，系因做得大家落来看下因的佛祖。126年历史的乐善堂，毗邻泰山碑的居民，行过秦末明初莫文天的年代，还有日本殖民时代，泰山碑人相信。是乐善堂的终身保庇，将做得本祈祷顺利度过这段困苦的日子。哎，那三宝佛，哈，三宝佛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药师佛，其实哎，那菜梯的太石头雕的，我们的砂岩石雕的，砂岩石，嘿，韩国呢，哎呀，石板罗汉，嘿，嘿，也是。石头雕的，买石头雕的。嘿，俺在日本石头的时间，日本人有一百老，俺们没有小提琴嘞。小提琴以后呢，
村民哈，回到报复了就佛像呢，一夫人报复一尊佛像，结果呢，也三尊三部分呢，因为跳床呢，也搬唔走，所以讲，因村民是落去带领人马避难，加年等功夫以后，安尼。人家其他佛像全部集中带进来，其中十大部分有一两三尊的不翼而飞的，所以讲给有两三尊的很唔很上头条，系无停转啦，只来布阵去。所以讲你看，安尼十大部分搭配上系无中央。当后来第三排的是安尼主奉的观世音菩萨，有看到像安尼黑干脸妈妈面不太。哎，当时想很可爱，妈妈脸，妈妈脸，妈妈脸，这就是一百多年的历史。乐山堂的山脚下就是游乐海，游乐海一片出山沙岩，古所早期的乐山堂老佛像都是先民手提器材所起的，佛像每张做得有按特殊的古朴之美。挨着金门人爱烧鸡的骨头，就是老乐山堂。老总三妹息息相关的三条骨头，呀，一望无际暗后的一个风水啊，吼，这故事就在证明嘞，呀，乐善堂啊，吼，地理位置经营清后清后，呀 ，V 啊，吼，有个茶亭古道、大奇洞古道，还有矮的一个奇隆古道，吼，那三条骨头啊，然后跟乐善堂呢，有嘛个关系嘛？哦。要问题的是等下用来介绍一个中心长老，你介绍有好清楚地位哈。啊，不过我是做的太有老母讲哈，那三座古塔嘞，个集中点是用在两位两位乐善堂两位。哦，茶亭古道其实，其实最神茶亭古道呢，其实是就哎你看过刘青青漫画家嘛？刘青青漫画家是人家出生的人哈，他画图呢。有一只信仰下桥，全来看人，按人靠港口信仰行家行人上去，按是去茶亭古道个只好。嘿，所以有人讲，有咩莫家太神拜，吃饭时得放韭菜，上家独栽，下家独乖，哎，那嘿独到大风起，转转转个田来，就是很辛苦的意思，嘿，所以讲呢，茶亭古道，清等，清等的意思。啊，那大奇洞古道呢，我要证明一下，是讲其实，大奇洞是太奇洞，奇的哪奇的，该叫奇，咩山奇那个奇，咩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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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因为呢，可能个闽大师的写什么讲，奇都同个音。哦，该可能唔系客家人讲诶，你要证明一下，系太启动，唔系太加动，哈。太启动骨头，冇错。今日要烧嘅骨头，就系新竹泰山背嘅茶亭骨头、太启动骨头，还有启隆骨头。呢三条骨头都有几只家嘅精彩嘅故事，都会以乐山堂为中心点延伸出去嘅。首先。我哋就要对乐山堂腰树片后背嘅太奇洞骨头开始见本日嘅体验。哇！观众朋友，点解来看？哇！你要看到那条白布诶，从底下边诶边诶，你看，那蛋糕油崩糕呀，两个现代化嘅石棉瓦，然后带下从底下冰也变啊，昨天奶做一部哎，哇，哦，太启动骨头的第一个惊喜，大家看到哎，莫简单啊，那莫简单，继续喊，从泰国走三妹，从泰国走三妹。第一只惊喜真来不赢，看那蛋糕，哈哈哈，我上家的啦。哦，阿曼电哦，有哦，哇，落去啦！家园啊，人家功力退步了，也对应来讲，应该是小可事情啊。韩国朋友啊，落雨过后的泰山杯蒙沙岩实在很强呢。行等行等，爱的爱情美女出现了。总三妹，你有事吗？哦，该人家做啥啦？
来追逐来开派泰山杯的，大家该是祖先啦。请到你了啦！头摆安罗战争时代啊，做在看四面八方，好即好像做在指挥兵马的，好像太极动、太极柔。那个兵马按样办行。看跳前啊吼，秀华姐同来讲的啊吼，迄因为个山啊吼，个形状，亲像个旗的样的啊吼，故说呢叫太极洞。还有一只原因，即泰国同来讲的啊，之后呢个太极洞荡过啊吼，个打仗的时间呢，做在这个荡过挥旗指挥旗的部队啊吼，故说啊另只原因就叫做太极洞。哦，很神奇呢，吼，你哈已经得到证明了。唔单听头摆，你啊还有军事的认识啵？个太极都明啦，行咧千多遍啦，对个袂？今边啊都咧看四面八方，哦，啊，是三只眼睛，台北新竹苗栗人都全部看得到。故说你啊妈迄战略要塞，做这样用讲，做太多。哇，你看到我迄个战略要塞啊吼，你啊迄路用板行都就仗都按章按章，真整齐真好行。老头伯就在我南呀，就在我沙古泰山站磨平啊，也就所以头伯人的行路啊，进度啊、台度、跳度啊，就你遐做练哦，是唔会有解情形。所以你遐进步是做得跳普陀做落动吼，办公室坐呢人的行路还是唔会台度。你遐他都每日要三条啦，普陀啊，茶田普陀，茶田普陀，噶茶田也蛮有来，茶田普陀，附近乡亲呐，是为拿去复查一下，将本来去山的人先，都救了他的，来茶田个，噶这种茶的，一行个爱行个叫做太极洞，两条是太极端，太极洞普陀是讲，去到来泰山个最高个山啦，按照最穷的路啦，农家个时代啊，落干时间呐，全部没绑全都行，所以头摆是专门行下条，行一条普陀是在启动普陀，哦，启动普陀，哎，我天脱下花是在行启动普陀，行一天是50分钟，哇，嘛真久呢，没错，行一50分钟，行将来就50分钟，然后战争一分来，里面有行一部分对抗，或者攻打泰山派，好，这个茶田古道该位，该位老个打，该路啊，按照商家独在啊，当期诶路个四条，你不用打唔上。我就沿脱下花是所以行几钟普通，行几钟是50分钟，哇，嘛真久呢，没错，行一50分钟，行将来就50分钟，这启动普通也蛮讲，其实因为冇铺啊，因为奶路，同市场的路，包每张葡萄来通上，启动普通就启动该位，也启动好高啊，后摆消耗嘞出。也没出什么便宜，就该启动这种几只山啊，是就叫启那个启动的动物啊，系啊，启动啊，启个龙啊，启动那个动物的形，该形啦，所以出什么便宜就啦。人讲啊，山不采果，有仙则灵。总体国讲，泰山杯就系安阳嘅修理西山呢。今日你爱烧鸡嘅三条骨头，总体国都当熟。都行过，尤其一下行嘅一条太启动骨头，行开去夹祖先，从石门所开辟嘅，对乐山堂同向东荡，全长大约2公里，50分钟天就做得行得全长了。故都下真情，从故搞到今，一下要上地理课啦，总太哥。哦，没错，我第一次跟我们他这个去谈啊，好好好，他俩也先介绍下泰山堡俩茶田古陶啊，山古陶还是也山下个，一出洞落来34仙也会，到泰山堡乐山堂开庙，也就在泰山堂古陶，泰古陶是说的到也望山上啊最高点的山峰，也足35仙按个行落地哦，系哟，哦对啊，也是行来启动普陀，虽然出全部是爱行来启动普陀，头摆是按个凤翔小学，凤翔国小啊，凤翔国小，哦，你啊嘿凤翔个休闲小站呐，吼，落头摆是国小。
伊拉发教之前啊，吼，大概有300人三个学生个那个读书。按多年呢？诶，300人，而且唔免讲全部说了凤翔，开三百，开凤翔村那边，哦，有三只村那边。哦，哪三只？哦，有，诶，凤翔村，啊，丰田村，哦，跟南昌村，南昌村，哦，三只村那边，那边全部都在读书，全部用行，用行路读书个。总部对清朝重视外结胎开始，就带啲太启动骨头蛋黄。泰国又将外头去加布卡视察，同时没有老家祖先请出来老外头见面哦。哇，重视外，重视外，几个西奶啊？哦，系西奶啊。来吃到系西外诶，糖诶面，用咩按药啊？哦，几个头摆然后战争时代啊，该哦，这一百年啦，啊。哦，好就体面嘅人啦，他其实唔敢讲名称，凊彩个按到听商量啊，哦，就再按细妹名哦，佮一般好个好妹不认大呀，好妹不认注意啊，注意啊，那底下要保持低调，因为喺打仗的时节啊，吼，不卡有谁来，就会抓去当兵，按有意思，而保护自家的谁来，就取啊，稳住了这总三妹名，还有，哦，哎，那符应该可以讲相片系冇？相片啊，要用花，用花呀，哎，用花，我冇啥花呀，用哦，阿爸还唔得哟。哦，阿爸前几年养狗生意，这九十年代起还唔得用，讲你阿妈咋办？哦哟，这种太哦，双胎传男了。哎，等下的镜头，大家会拉开镜头拉浪，一下俺拿的那个总家那个传家宝的哈。哦，那啥黑嘛啥，那啥谁来？该算阿叔公呀。哦，你叔公啊？哎，叔公。哦。哇，你看到中山门去做一上去官府啊？官府哦。佮在呢，佮个秦朝五品来武官。五品的武官哦。哎，所以佮甲午战争日本来占台湾，佮里面有派哦，没有让日本人对抗。哦。而且有些要台，哎，桃园，南崁那边。南崁那边。哎，让日本人对抗。哦，哇，还有啊，你看。用完咧，总三妹啊，吼，老了跟太启东骨头啊，吼，密切关系，有暗有密切的关系。因为有了太启东骨头啊，后面个最面档还有怎讲诶？迄只最重要诶，个军事诶战略要地。战略要地。古早起落条摆时节，有这些当狗指挥嘛？诶，有。有啊。再加下日本。我哋攻打台山吧，好，这个茶田古道，该不，这该不老日本人打，日本人这该不打唔上来，因为该不怎讲嘅，该路啊，按照商家独在，啊，当期嘅路个线条，日本人打唔上，打唔上，将日本人嘅兵马挡道啊，要将派个双平嘅五峰双平嘅地位都内山嘅完整来，好，将本日本人将。加密大战嘛，哦，哇！古时候你看报复了泰山杯了威少的人系嘛在，好，是去的哦。哎，像阿祖先，哇！哎，你按讲的地方啊吼，落条摆某个中山妹报复起来啊吼，真经无办法保存到了下吼，我听阿勇讲的。阿东，条摆将来泰山杯开吧，也真辛苦。全部系按到山路啦，哦，冇像你遐样，也政府咧都连葡萄做到暗号，暗号啊。当年中山妹以乐山堂做抗日嘅基地，韩国派人打通到东丹嘅线路诶。伫东丹乡观察日军嘅行通，也就系太启东骨头嘅由来。呢度感谢中山妹，新竹县政府和特别颁发嘅感谢状来表扬我。日军过后，大家继续出发。还有1公里，站不到东丹呢。我那个很多嘉宾，感觉不错哦。哦，哎，你路西去阿布卡路，哦，哎，真厉害啊！我俩有这个爱指示标志，行下一些庙巷，也还望上些都太启动门当。嗯，好在那九龙卡九龙花开的时间，好在行下条路清净。
哇，风景也真正，真劲嘞吼！观众朋友，有好嘅油桐花嘅用的啊，吼，像我落款的啊，听到陆青讲的哦，有推荐有推荐的吼，好，你啊蛋糕油下，开启都蛋糕行，嘿，差，恭喜啦，来去行行看下啦，你先，唔知要蛮行啊，哦，哇，你们按灯啊，你要去借的天，一借啦，要借灯。夜下的太极洞古土，因为有座石海牌，古所唔系侵犯下。唔过一百零年前，那片都是内都，行起来真艰难实力咯。那头半人，头半年嘛就铺下石段了啊。哎，那头半人讲哎做错海，错海，错海要蛮讲做错海，哎，错海都唔会翻。你看你俩眼人从地做个布鞋啦，哈，底下就铺个石段了是，好，马街还有，都做得好嘞，又唔会翻。很亲民呐、啊、哈，大骂商人同地都做得来，要不哈？这头半人当聪明，嗯，晓得做错还就唔会翻。太启东部头是那个战略的步道、欸、啊，某没有打仗的时节啊哈，那步道会做嘛个用哎、啊？所以做点农业不好上下，嗯，哦，产那种茶呀、啊、种水果啊，嗯、哦，水利业的位，都这行的位。观众朋友，你还有想看爱人行上去吗？想哦，好、哦，啊，小机器本意啊，哈，交接本意哈，好啊，碰爱啊，好，你还自拍模式模嘞，听爱行。哈哈，我教我。总体国讲，台湾讲不过后。古土两片村的山坡梯，就开发做农业用梯。原本是军事要土的太启东古土呢，就变做产业道路了。咦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镜头拍我一下。漫画家刘老师给笔下一个角色，哦，买太启东的故事啊，哦，古作。这还经典的大神婆，系冇？第三代，哎呦，自己搞来握手哦。啊，我两公婆闯阿爬去哦，匆匆爬去咯。啊，大差哦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镜头拍我一下。总裁哥，哎，然后叫我行到去，你看，哇，你前到嘞，你按奶路啊，那是路条白路哎，哎，操，弄条白路 ，yes， 前到嘞，你奶路有咩路？它一条主要的路旁边是老岔路口，然后空中还有我哩拍三个土地的路。走些路，对嘞，对嘞，对嘞。观众朋友，然后来倒带，你看，你看呀，那边啊，吼，你骑到那中间，骑到那，好好，同那个，你看那边，是石段嘞，是石段啊，那边诶，是奶路诶啊，吼，不过那是那个支线的意思啦，系冇？错啦，哦，石段呢是讲政府的普本的，都市人行诶，哦，你讲一般山东人。全部要行奶路哦，哦，所以讲做山西要咩奶油嘅奶油好多啊，嗯，哦，所以奶路佢嘅物价一下好唔会讲一天按嘢，哦，像都市父母奶嚟讲，就冻嘢，哦，诶，有道理哦，有诶，有呢，所以头半年，哦，你讲除非啊讲万不得已，真要用父母奶赚啦，哦，所以佢也好凉。一条奶路的呢，就会显出人体现鲜明的筋络。头摆无父母奶，骨头当然吃出吃太刺眼。就算一下有父母奶耶，泰山坡的居民还能亲好行奶路诶。落雨的时节做得吸雨水，天时热的时节咪要吸热，行过请反步哦。哎，嘉云啊，记住哦，行出一些段路就做得到山当了。呀，落太雨了，总太讲啊。边走边讲啊吼，你看哦，你啊吼，迄个石段的吼，旁边这个奶路的啊吼，你就像像你头前讲迄个借住啊吼，你啊条路的这，哎，你啊条奶路的迄去爱不开，你啊条奶路的迄去爱不开啊吼，故作啦吼，开启东古多蛋糕呢，那有青岛个西奶路啊吼，做得去偏爱不开。
神奇啊，挨的这些从骨高都紧啦吼，破骨都破到按 Q 按 Q， 踢拜坤都，你输按有，你输按按是谁？嘿嘿，观众朋友继续行啊，乐意嘞！哎呦，丢下哦，有电哦，电哦！行啲田地为到山东嘅热带路况，总体个讲，日本人占领泰山背过后，落鹿山同小铁，家嘅祖先仲失埋，为到保护泰山背嘅居民，高不长收嚟投降。两名日本人对佢色彩很好，偏将佢定演苏麒麟嘅蚕丝，也就系日下嘅触动蚕丝。1925年，仲失埋喺泰山背过身，未结束佢精彩嘅一生。你还有自身山水画的干过吗？有人爱抢头款的啦，抢头款的哦。哇，你还同啲猛撒盐，哎呦，卖有别的意境的干过，轻放松的哈。哦，系的，对啊。那山上带烟啊，来落去了啊，下面无色无味啦，无色无味。啊，像哈巴猛然然后抬头哦，是像个甜甜蛋啊，啊。咱个个人啊，是在披红绳，哎，啊，背过去，坐在披到，啊，披得到，披得到，人都成仙嘞，该分多钱啊，当神仙。哎呦，哎呦，刚按讲冒错哦，还有啊，你看，你啊，蒙茶烟时节，你啊，蒙茶烟时节，然后困到坐在困几夜。你运气也好，天气冻好，坐在困到台北101。妈该啊！101，请各位给101，给孩子腿背呢？腿背啥？俺家渡渡几个山溪啊，有条路都在看过伊，清代风格，也空气也杂质挡枪，用个肉眼将有法度看一下，摸一般来讲看不到。我眼睛来看了地图好了呀，好冇？两片两条，海底女版尖沙出来的水，都按你望山的也是游罗海。哦，游罗海，它两片沙里了，哦，也是双片海。双片海，双片是五峰，哎，五峰流出来的水。流出来。都两游罗海。老双边海出来水，相隔这啲竹洞嘅相隔，竹洞嘅，哎，竹洞相隔，竹洞都相隔到去，然后头前海，两条海嘅水非常强，因为啲太巴尖山下落嘅水，岸后嘅水，哎呦，汇集过来，你到边嘅，行过来咧，你转角处这样咧，哎咧，泰山背啊，泰山背，故说你到边嘅吼，只系亲后嘅地理位置，哎，岸用讲啦吼。按俺们个泰山背暗后一个风水宝地啊，有嘛个产业之蛋糕？头摆工业门发达的时节，龟山全部系种树种糯，种糯油啊，哎，加是糯油的产业新兴。哦，都种树诶好模特的哈，哎，是分种茶，哦茶茶家嘛，因为也会。叫雾气啊，后来猛然青虫，啊，种茶的品质啊，哦，相当的好，挺好啦，哦，厉害。哦，你按过过后，因为那里俩太山背离新竹口岸比较安全，那后山的全部属于工厂做，所以离下界，哦，离下那个，还有甘蔗啊，弯产业弯甘蔗，哦，甘蔗俩就按过做里头，哦，休闲来。本外人某辈人来到来了，哦，就翻到去，那就面包好买，那就东西，哦，伴手礼好买，哦，不，那边慢慢转型啦，转型，哎，好，哎。头摆泰山背嘅交通无法脱，对外联络全部靠山上嘅骨头，因为做34、35沿途嘅开通，打通嘅泰山背对外嘅联络。泰山背的田野美景，老百姓将浅浅的地变作热门的休闲地点。不过每年的安阳，骨头呢就浅浅放脱了。观众朋友，你真不卡啊！吼，坐在沙发上，看俺们的节目啊，俺们呢跑到进行清醒裤啊，不少观众朋友。今天礼拜五，安不条9点，从古到多钱，拜托锁定一下。下山过后，假如来到家下总泰国港道的苏公窑配的面包店。
夜间面包店留意的漫画的作品，还有一位泰山背的名人，真有关系哦。每一位一位名人，泰山背的故事，早就传遍全台湾了。看山一下啦，吼、哦！你爬太激动了呀！哇！观众朋友，等下，来来来，握手呀！爱游戏啊，爱游戏 K 歌，嘿，太激动。头摆爱跳哈，全部冲下去看风景啦！观众朋友，你哈硬去坐哈群着，好啊！哎呀，哦，你落头摆游戏歌嘿无？哎，我爱两公婆冲下爬椅哦，冲冲爬椅咯，啊，得差哦，得差哇！太神婆啊，就是亚天那家，亚天那家啵，第三台诶，第三台大神婆爱同观众朋友讲一下，这爱刘星星，对，刘老师漫画家刘老师给笔下一个角色，哦，麦太启东一个故事啊，哦，故事。你还尊敬的大神婆，系冇？第三届，哎呦，自己还来握手啊！你阿兔女看看个对面山，那位主番薯，哎呦，哎啦，哇，来，同阿青好看山呢，你看对面山一长，头摆哈，对面山啊，哎呀，屌人种茶种真多，我冇嘛个人和房人就去种番薯，去对面山，一个人啊。我係都將來中環做，係將來本嚟你亞片嘅主席，誒嗱，將主席睇將買到足當嘢，誒嗱，幫主玉將來睇自家師傅好似咯，哇塞，誒哦，計哦，對面山啊，計個尖啲洞嘛，計洞哦，嚟睇睇幾多啲，洞係嘛計即係哈巴啊，吼，特有嘅字。你看一个山，然后一个东边的东，洞洞。哎，台山背有五只洞，有木溶洞、台基洞、台料洞、个江壁洞、云川洞。云川洞，很多洞哦。嘿，有洞是有辣。辣有洞子有辣。嘿，哦，辣辣爱滴呢，来老给观众朋友收给一下，个洞啊吼，这爱人个。三级啊，哎，人家讲过一呀，三级就是个山呐，吼，最尖的零线，哎呦，串起来，然后这个洞，吼，那黑嘛该嘞，这山级旁边一些小山沟，哈，哦，黑不？哈水水浪，下水浪，哦，就是那个水啊，吼，在向下流的时候一些水道，这个呢就叫做拉，古时候由东就由拉了，哎，大神婆爱用干嘛？差啊！啊，那大 V 啊，还有嘛个拉嘛？拉哈！来，有个汤夹拉，上坡拉，哦，有嘛个龟坡拉，哇，有个四分拉，拉，你只三只拉，该一只拉，该一只拉，你一条拉，该是合在一起是四分拉个呀。泰哥，你落头摆有韩国个拉还有洞吗？有啊，就是洞会怕哦，怕个拉哦。哎呦，还有泰哥讲一下哦，膝盖洞啊喏，在你那边中环处就全部膝盖，那个洞啊，像木溶洞啊，嘛个洞啊，吼，都会去盖呐，盖呐，中环处将开咗来。早前头去过一单，开咗来食蕉，又过去开咗来，又食鸭，一日就两单，两单，行两拜吼，中就两拜，哎，中足了，哇，很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，为到黑马街，为到这神法啦，吼，也神法，会神法啦，对啊，哦，故说你看那个大神婆窑烤亏多两米，哦。太启动按用给骨头行下来，嘛做得只那位料歇困一下，感受一下那个流行上啊吼，哎，落条摆起给画漫画的个时节啊吼，给心情啊，还有个意境，同地只那位同地宽度嘞，观众朋友，哎，干下嘛啥嘞？哎，干下大神婆真传，开始哦，哇哈哈！泰国讲嘞，后摆个泰山背物产唔会千多。交通又唔系千方便，睇下行山路行到实在会强。古说呢，真冇人肯加到呢一片来。离开天山台嘅太叔婆过后，沙下来假如要去体验茶亭古土。茶亭古土其实系中山妹离太山背开辟嘅第一条古土，
系同乡竹动时期庆祝未限嘅路哦。哇，落大雨咧啦！哦哟，好大的蚯蚓啊！动漫发咧无？要我出来嘛？啊！今天嘅落大雨咧，要出来嘛？下大雨。出来做落大雨嘅意思咧无？哦。你不要吼，你哈爱所在位置啊吼，是爱人家茶亭，普通个茶亭啦。嗯。哦，我买啊吼，落太易，吼，真名不太个阿哥，你要按好大一条的蚯蚓了吼，咋会拿了？哎呦，主要落太易会，你要讲讲伊啊，我这方面来啊，那问题我有些要烦恼些啊。那做的是。中山我开会啊，泰山拜哦，老高山人大战哦，大量拜，大五落啊，要把红按落去，嗯，越大，就当那是唐家前面的呢，唐家上头那位置呢。我有些要烦恼些，那做的是，有样模样啊，有样啊，我俩难干些嘞。好啊好啊，今天不用转去，今天不用转去，出镜一下，哇，俩下呢，真像到两尾老人家啊吼，二人对两个人泰山尾两尾茶亭故土啊吼，最近有韩国，卖有金鱼哥吼有。故说呢，爱人了不呀？吼，就问一下几人的历史故事了，好冇？查了不多，而且是无太多，行两条细路。哦，哈，嗯，他都叫下去，叫下去。哎，他开东西，开竹笋，开了竹棚卖，还赚着开东西赚着，也茶店做乾坤，还做十杯茶，还叫广州啊，都两地杯。困住，全部讲下去。哦。讲下了了解。系啊。系啊。啊！你万一讲要买莫加泰山杯，石板薯条放薯菜。哎呦！伊迄句话意思是讲，泰山杯了尾啊吼，莫该同地都摸，然后神发清辛苦，不说然后洗尾种得加多了尾来。哎，爱用迄意思。无用加两杯。你好文艺来啦！中山我开会了泰山杯哦，老高山人大战啊，大量拜，大五落啊，要把红按落去，越大就当那是唐家前面的呢，唐家上头那位置呢，头那位置呢，都见唔着。等下，阿公，你那故事啊，吼，真经真神奇，你还无落太易嘞？啊，八公这个位，安尼夹夹去八公这边看一下。啊，同时间啊，吼，你都同阿公那故事，好冇？好，安尼边看边讲，哎呦，好分享一下。对对对，夹夹落去哦，你还无落易嘞？茶亭故土其实清淡，一下长存拜八公茶亭亭，假如一下嘅味素呢，就系啲故土嘅重点。也就是山峰的茶亭，老八公庙的地方，起点呢就伫山脚下的头分林。哇，来来来来，你阿无乐意嘞啦吼！你八公经营轻重要哦，泰山杯啊吼，所有的历史发展真的非可一世呢。没有，八公庙可一世嘞啊！永泰公，你有冇个印象？嘿，你这咧八公庙就叫派的，忙起起来。把每张起起来，啊到了茶亭，把锅都掉，啊过了茶亭，把每张起，啊是很多开单做嘛个都掉结困，那就潮湿，哦，见开单都掉结困都臭啊。嗯，啊你讲嘿，嘿先有八公庙，还是先有茶亭？哪一家先咯？先有八公哦，证明咯。先有八公哦。嘿哦，用完哦。八公寺落去，有人上下咧，才有多人上下，张寺也良田，做神也有人，个是个叫石牌。哦，发现了，发现了，我那八公某个雕像哎，这一张牌哎，还才有寺两个人哦，才有寺啊八公哦。嗯。有人讲我雕八公像，平毛高，平毛高。用是来研究，跟着八公派，八公派只亲戚呀，
要把工吼，你要定了性命来吼，不用吼，不用做唔得。哎呦，哎，要么做唔得，要么，掉落去性命哦，我多少要潜入掉落啊，今年。哇！而家讲完咪先吼。系啊。按住讲掉落去又会变。一相信咧，全年要收走。我变我冇变啊。变万年掉你落去，多少要潜入，我冇法度。天唔识几多要掉上。个掉进去啊！掉进去。哇！如果我到去潮州唔玩啊，见唔必标啊！哇！有百公唔必标啊！哎哟！我讲你冇帮一个市民共谋，一市民何要？可信不可，可见不可信。唔冇信冇错，唔冇面。唔好面，哦，提醒我们啦，吼，阿公提醒我们。冇讲迷信。我信你，信你讲。我讲阿信都。出帝落去，仲唔得啦？哦，邱贤伟亦嘅人言，一下八公庙，还系福师当年嘅第十笔。挨到呢，咪就对叶片开始诶，查听骨头嘅体验。一下吼，因为落雨啊吼，故说挨咧有一只嘅下雨嘅状况，直接哎呦，实景镜头，挨咧然后。出观众朋友，对去看一下俺们个茶亭骨头，有没有还有多一个人？这俺们永泰哥，永泰哥，来不停一下，停一下，来一条来讲一下咧，来买个东西诶，两条啊，你看，哇，来一只蹲诶，这两位啊，茶亭骨头啦，哇，来看到俩两条，这比茶亭骨头多咧啊，亏死咧，唔系多了哦，亏死行了哦。你哋啊，爱老太家解释一下，你都靠你阿爸嘅体力，故说呢，我哋特别选择对终点出发，因为下山嘅路看唔安全啦。因为嘅中山坡会很直接会大山嘛，故说两条路是嘿第一条会去泰山坡嘅路，对啊。难怪无路啊，是行两条路。哦，爱用讲啦，哦，原来系爱用。行到主动爱急救。两点左。行救哦，从来两下开始算，爱行两点钟要要到主动。开东西哦。咩恐吓哦？系哦，哇！你啊查评骨头真紧啦吼。开板修啦，开布啦，讲嘛啦，开到主动卖。全部用开啊！用你开啊吼！茶亭骨头真紧无简单嘞！哇，很多朋友有看到无？那咧实景秀了，它真紧100%给你看到嘞！你们那树都没放起啊？东少银行，东少银行吼，了哈！啊，给假日的时间有听到你们了？你啊，行骨头的时节啊，吼，真紧会去地基的历史啊，还有去个周边文化。故说爱用行起来，要有亲友干过啊。你啊，还是行到个时空交错的第一线，开山始祖茶亭骨头。哎呦，这跌倒的啊！茶亭骨头要留太启东骨头供养，在几啊年前重新整修过。不过详细观察呢，还能做得发现落骨头的痕迹哦。哎，发现茶亭骨头惊喜 Number One， 这两位，噔噔，你看你杀过一捆子地嘞吧，对冇？你一听哎落条白，啊落条白，你看，哦哦哦，两位，很厉害嘞哈，全部落条白，落条白。哇哇，请到了啦！从古高头今天要请到了，你看，我来行一下嘛，来行上家好不好？对啊，对对，来应该干树一下，全部哦，很整齐。哇，哎，保存的清完整的哈，保存的清好，都没破过哎。哇，你今日行两下子，你都问大家看到行卡清楚，家园老土岩，前提骨头蛋黄的草。近百多年前，中山妹开辟的骨头，重现在大家的面前。哇，落条白烟，你看，要开，对啊，还要开东西，开东西啊，你看，青岛一种，不好聊天，慢慢行啊吼。
用泰国条件，用老外讲讲过，去开东西的人啊，吼，吃到很多料味，吃到料味无好行啊，吼，还有个个路啊，吼，还有顺条啊，有个砂骨啊，吼，会挡到路啊，吼，也开东西的人就会顺手清一下。就说嘿，泰噶土地维持了茶亭骨头，了嘿历史的痕迹。就伫挨到深度落骨头的同时，阿爸妈妈冯讲出心肝肚的话，佮讲一下泰路开通的，慢人含不来行骨头啊。迄个挨到根本一无来破，再过几年天啊，一条骨头就渐渐本人唔记得了。跳伤人土地出去了。其实你看，这箭头还爱有向外诶，哦，撸之后以后同些向外。现在呼吁大家好不好？感受一下，还有珍惜一下这些老时候的一些东西。所以希望大家把箭头呢慢慢移回来。年轻人现在可以帮助一些这边的传统产业，对不对？做一些创新文创一下，可以呢让更多人来感受到一下我们这些露头拜景。好嘛，145年前，清朝同治十年，客家先民钟萨妹带着义勇军入到泰山坡天池来开垦。一下家园脚底下地面，就会记得当年开辟的土路，无茶田故土，就无根本的泰山坡。不过当打上，因为时间天时的关系，挨着根本日将做的体验茶田故土。还有同乡东荡的泰崎东骨头，不过因为也当地落雨，溪梁骨头挨了海燕白油皮的天错维修的。全长单程800公尺的茶田骨头，行了20分钟过后，挨到行到骨头的溪梁，看到了片当地的景色，就表示足动唔系浅言了。民国80年，乐山堂的观音海佛落成过后，就变做泰山坡的清有名的铁跑，向前海尔贝摇旗飞，行过台山县望山端，看到观音海佛，这片就是泰山坡的美所诶。